1.5公里到达 CIQ， 开车只需2分钟，免费的 shuttle bus service， 费后永久地契，价格从200多天起。这个项目哪里找？我们拥有6种房款，有 studio， 有1房1厅，有2房1厕，有2房2厕，有3房2厕 door key 跟3房3厕 door key 的供你选择。这个公寓只有 ABC 3栋，是非常非常的低密度，它拥有高达20种的 facility， 有篮球场啊，游泳池啊，健身房啊，跟 barbecue area 等等。在 JBCIQ 附近的2房2厕公寓，不是卖出500千就是600千，但是这一个项目只需要400出千而已，而且发展商非常的贴心，还有附送你上下壁橱跟吸油烟机，还有煮菜炉。现在发展商还有提供了早鸟优惠给镜头前的你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，请 PM 我吧。